是好榜样的训练生刘欣宁。我是不笑的时候有点可怕，笑起来有点可爱的徐一阳。性格就特别特别和，有种我想保护他的那种感觉。你问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问你呢？你知道这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最可爱吗？什么样的人？问我问题的人最可爱。不了不展开，我要吐槽刘宪宁，你知道我干嘛？每次有什么吃的，我就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会跟他分享。是你的决定，每句话在我心里清清楚楚的说你想。他难过的时候我也会很难过，他哭的时候就是我也会心疼。